民长记第四章。厄胡德死后，以色列子民又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因此上主将他们交在赫纳罕王雅宾手中。他当时在哈做以为王，他的军长息息勒驻扎在哈洛舍特哥恩。因为雅宾王有900辆铁甲车，极力压迫以色列子民已有20年之久。以色列子民遂呼吁上主。当时有一位女先知德波拉是拉皮多特的妻子，作以色列的民长。他常坐在厄弗辣恩山地勒马和贝特尔中间的那棵德波拉棕树下，以色列子民都到他那里去听判断。他打发人从纳菲塔里克德士把阿比诺罕的儿子巴勒克叫来，对他说：这是上主以色列的天主的命令，你要从纳菲塔里和执布隆子孙中率领10,000人向大博尔山进发。我要引领雅宾的将军息息勒和他的车辆军队到黑红河畔，到你跟前来，把他交在你手中。巴勒克对他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他回答说：我一定同你去，但是你此行并无光荣，因为上主要把息息勒交在一个女子手中。于是德波勒起身同巴勒克往黑德士去了。巴勒克召集执布隆和纳菲塔里的子孙到黑德士去，跟他上去的有10,000人，德波勒也同他上去了。那时黑尼人黑贝尔离开别的黑尼人，离开梅瑟的恩亲赫巴布的子孙，在黑德士附近的扎巴纳宁橡树旁支搭了帐幕。有人报告息息勒，阿比诺罕的儿子巴勒克已上了大博尔山。息息勒遂召集他所有的车辆，即那900辆铁甲车和随从他的全军，从哈洛舍特哥恩出来，到了黑红河畔。德波勒对巴勒克说：起来，因为今天上主已把息息勒交在你手中，上主不是走在你前面吗？于是巴勒克从大博尔山下来，那10,000人跟在他后面。当时上主用利剑在巴勒克前面扰乱了息息勒和他的车辆以及他的军队，息息勒下车徒步逃跑了。巴勒克就追赶车辆和军队，直追到哈洛舍特哥恩，息息勒的全军都丧身刀下，一个也没有剩下。息息勒徒步逃到黑尼人黑贝尔的妻子雅厄尔的帐幕那里，因为哈做尔王雅宾和黑尼人黑贝尔的家族相安无事。雅厄尔出来迎接息息勒，向他说：我主，请你躲起来，躲在我这里，不必害怕。他就躲在他的帐幕里，雅厄尔就用毯子盖住他。息息勒对他说：请给我一点水喝，因为我渴了。他就打开皮囊给他奶喝，然后又盖住他。息息勒又向他说：你站在帐幕门口，若有人来问你说：这里有人吗？你就回答说：没有。那时黑贝尔的妻子雅厄尔取了一根帐棚上的木橛，手里拿着锤子，悄悄走到息息勒前，把木橛钉在他的太阳穴里，一直钉到地上。那时他正疲乏熟睡，就这样死去。那时巴勒克正在追赶息息勒，雅厄尔出来迎接他，对他说：来，我给你看看你所追寻的人。他来到他那里，看，息息勒已躺在那里死了，木橛在他的太阳穴中。这样，那一天天主在以色列子民面前制服了赫纳罕和雅宾。以色列子民的力量日渐强大，超过了赫纳罕和雅宾，直到将他消灭。